第15章督脉第1节概论经脉的循行路线疾病后。一循行路线，素问古空论篇中说，督脉者，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停孔、脐孔、逆孔之端也，其络循阴气和窜间，绕窜后别绕臀，至少阴与巨阳中络者，合少阴上骨内后廉、贯及属肾，与太阳起于目内眦、上额交颠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脖内，狭及底腰中，入循履络肾。其男子循经下至窜于女子等，其少腹之上者，贯其中央，上贯心入喉，上移环唇，上系两目之下中央。南经中说，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余，定于脊里，上至风府，入于脑。针灸甲乙经引此，脑下有上点，循额至鼻柱即是，起于少腹包中之脉，下底阴气走到会阴部，经过尾闾骨段分出，斜绕臀部，与足少阴经从骨内后廉上行之脉及足太阳经经脉汇合，再回过来贯脊，入属肾脏，与足太阳经脉同起于目内眦处之脉，上行于颠，交汇于头顶部，入络于脑，分出别走于项部，循行肩胛内，携脊柱下行至腰中，循履联络肾脏，从少腹直上之脉通过其中向上贯于心脏，进入喉部，再向上走至一步，环绕于唇，上抵目下的中央部，起于少腹下会阴部之脉，循脊柱上行，走至向后的风府穴处，入于脑，上行颠顶，循行头额，下至鼻柱，其循行处的会阴、阴气、肛门、肾、脑、心、脊柱、腰底、向、颠顶、额、鼻疾患，都是本经腧穴的治疗范围，通过本经经脉通入精气的作用而发挥疗效。二，病后，督脉属于奇经八脉之一，它是人体诸阳经脉之总汇，为阳经之海。由于它循行于脑、肾、心、脊柱，又与肝经交汇于头巅，因此多见头痛、眩晕、脱肛、窒息、脊背强直、腰背疼痛、脊强而绝、脚弓反张、破伤风、中风不语、伤寒和癫狂痫等神志病等。这是当机体受到致病因素的侵袭，有关脏器、督脉精气异常和有关部位发生病变，在全身和体表出现的症状和体征。这些症状和体征都是在它所联系的部位和脏器反映出来的，对于诊断和治疗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病后都是本经腧穴的治疗范围，是通过本经经脉和改善本经精气而收效的，所属腧穴的分布及治疗范围。一、本经腧穴有长强、腰盂、阳关、命门、悬枢、脊中、中枢、筋梭、至阳、灵台、神道、身柱、桃道、大椎、亚门、风府、脑户、强肩、后顶、百会、前顶、信会、上星、神庭、素疗、人中、对端、银交等28个，分布在尾闾骨端、腰底、脊柱、项部正中、头部正中线、鼻、唇等处，其共同性是都治疗所在处和临近处的局部病机穴下有关脏器、器官的病症，其特异性则是人中、素疗、百会、风府、大椎、桃道、命门等穴还有整体治疗作用，不仅分别治疗头、脑、脊柱、精神和热性病方面的病症，还有培补肾阳、命门、清热解表、大椎、桃道、清热退热、大椎、息风清脑、百会、生阳举陷、百会、通关开窍、人中、素疗、去头风和脑风、风府等功效。灵台还治疗疟疾、痈疽、疔疮。通天、上星还有宣通鼻窍的作用，至阳还有退黄的作用，大椎还治疗精神病、狂症、癫病，有镇静清脑的作用。伤寒病中的太阳经症是大椎的治疗范围，对于阳明经症、少阳经症，它有退热的作用。二、本经交汇于它经的腧穴，有交汇于足太阳经的风门、任脉的会阴穴。三、它经交汇于本经的腧穴，有足太阳、足阳明经交汇于本经的神庭，足阳明、手阳明经交汇于本经的人中，足太阳经交汇于本经的百会、脑户、桃道，足太阳、少阳、阳明经交汇于本经的大椎，有书载为手足三阳经交汇于大椎，阳为脉交汇于本经的风府、亚门，长强为少阴所结。其中神庭还治疗足阳明为病的前额痛，人中还治疗手足阳明为病的上齿和上唇疾患，百会还治疗足太阳为病的头痛，大椎还治疗太阳、少阳、阳明经症，有通阳、解表、退热的作用。
桃道对太阳经症有清热解表作用。风府、亚门海治疗阳痿为病苦寒热、头项痛、破伤风等病。本章常用穴：长强、命门、大椎、亚门、百会、人中。第二节长强。长强又名龟尾、尾闾、尾脆骨、尾脆、穹骨、骨底、绝骨、龙虎穴、上天梯和车路、曹溪路、三分闾、朝天岭，气质阴切。其龟尾、尾闾、穹骨、骨底、绝骨和尾脆骨之又名，是以穴位所在处的部位命名的。长强是督脉的起始穴，督脉、足少阴经的交汇穴，又是督脉之络穴，别走任脉，又有别走任脉、足少阴之说，位于肛门部，具有消散肛门部郁热、束约肛门和通畅督脉的作用。治疗脊柱强直、脚弓反张以及痫症等病为主治肛门疾患的常用穴。治疗范围：一、督脉疾患。督脉者，起于下脊之余，病于脊里，入于脑，南经二十八南。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素问古空论。督之为病，脊强而绝，南经二十九南。因此督脉为邪所侵出现的病症都属本穴的治疗范围。二、络脉病症。依其络脉的循行、络脉之气阻滞所出现的相背强疾、脊柱强痛等症都可取施本穴。三、肛门疾病。本穴位于尾骨端与肛门之间，沿尾骨和直肠之间刺入，其针感扩散在肛门部。采取换液取穴直达病所的局部疗法，本穴是治疗痔疾、肛门裂、脱肛、便血等病的常用穴。功能：一、局部取穴，用泻法或配透天凉，或点刺出血，能消散郁热、消痈散结。类似槐花、炙槐角、黑侧柏、黄芩、黑大黄、胖大海、马兜铃等药的功效。用补法有束约肛肌之效。二、循经取穴，用泻法能通畅督脉，舒筋活络。主治：脱肛、痔疾、肛裂、便血、痉病、破伤风、痫症、坐地风、尾闾骨痛。抑制狂症、阴囊湿疹、腰脊痛、脊背强痛等。临床应用：一、脱肛，多由中气不足、气虚下陷，不能摄纳所致，亦有因肺虚肠滑、肺脾气虚、脾肾气虚、气血两虚和湿热下注所致。取补本穴，湿热下注用泻法，使肛门有收缩上提的感觉，对提约肛门功能效果显著。配补百会，能使肛门也有上提或收缩的感觉，其升提束约的功效更为显著。二穴常配取于以下治则处方中：一、因中气不足、气虚下陷所致者，配补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升约直肠，类似补中益气汤加味之效。二、因泻痢日久、脾肾气虚所致者，配补肾俞、脾术，或配补太溪、太白或三阴交，补益脾肾，益气固肠。三、因久咳伤肺、肺虚肠滑所致者，配补合谷、天枢，或配补肺术、大肠术，补肺益气，升提固脱。四、因肺脾气虚、湿气固摄所致者，配补太渊、阴陵泉或太白，或配补肺术、脾术，补益肺、脾一起固摄。五、因泻痢日久、气血俱虚所致者，配补合谷、三阴交，或配补足三里、血海，补益气血，佐以升提固约。六、因湿热之邪下注直肠所致者，取泻长强、阴陵泉、承山、上巨虚或大肠术，清理湿热，消痈驱浊。湿热之邪已除而直肠仍脱出者，针补长强、百会、生阳举陷，束约直肠。若在久泻、久痢、便秘、久咳的病程中出现直肠脱出者，必须注意治病，必求其本，治其原发病为主，配补长强、百会或此疗以治脱肛。因手术损伤形成直肠脱出者，针效不佳。若无其他兼症的脱肛，对症治疗，取补长强、此疗、百会、生阳举陷，提固肛门，收效一佳。二、痔疾。取泻本穴通络散瘀，消散痈滞，常与治疗痔疾的常用穴承山配伍，以收通络散瘀和清热止血之效。临床上此二穴配伍常与以下辩证取穴配置：一、瘀滞型，多见于一般内痔，有少量出血及血栓性混合痔和血栓性外痔，配泻三阴交，活血祛瘀。二、血虚型，多见于内痔黏膜糜烂，便后反复大量出血，造成慢性贫血，
配补三阴交，脾瘀或太白，补血止血。三湿热型，多见于内治或外治炎症期，伴有大肠湿热症状。配泻脾经的合水穴、阴陵泉和大肠的下合穴、上巨虚或大肠的背腧穴大肠腧，清利大肠湿热。或配泻阴陵泉、三阴交，配透天凉，清利湿热，凉血止血。如有泄泻或便秘同时存在者，取泻长强、承山或长强、惠阳或长强，次疗与治疗泄泻或便秘的处方同时或交替施治。此病针灸治疗仅能缓解症状，治漏科治疗方能根除。三、肛裂，本病多由大便秘结、排便困难、弩症太甚、肛门裂伤所致。每因肠内燥火、大便干硬、损伤肛门而复发。针泻本穴消散郁热，配泻承山或配透天凉，共奏消散肛门郁热之效。若有便秘同时存在者，可配取于治疗便秘的处方中。如属热秘，可配泻在取泻之沟、天枢、上巨虚或公孙、清热通便的处方中。少数病例仅泻承山穴收效一家。四、便血，针泻本穴，主治湿热下注、蕴积大肠、灼伤阴络之便血。配泻阴陵泉、配透天凉、三阴交、配透天凉、大肠腧或上巨虚，清理湿热、宽肠凉血。或上方大肠腧或上巨虚，一承山穴，清理湿热、凉血驱浊。张景岳所说的血在便后来者，其来源原者或在小肠或在胃的便血，则不是本穴的主治范围。五、痫症，针泻本穴，治疗发病时脚弓反张症状明显，和每在发病前腰底部或脊柱麻木、发凉、抽筋，继而发病，以及痫症小发作，有节律性低头、两目直视、躯干前屈等症状者。对症治疗常规取穴，它多疼大坠，腰气配置，长期治疗收效满意。上方异常与整体治疗辩证取穴，同时或交替施治。六、坐地风，本病针泻长强、会阴，症状即可减轻或消失。亦可配泻承山或委中点刺出血，共奏消散郁热、行血除烦之效。七、尾闾骨痛，本病特点是行走不痛，坐下就痛，久坐站起时痛甚，严重时则卧床不能工作。检查局部无红肿炎症，但压痛明显。尾闾骨属于督脉，接近肛门，患也取穴，取泻本穴活血驱瘀，通络止痛。配用艾灸患也，艾柱直接灸五至七状，灸后用纱布覆盖，脚部固定，防止感染，温经通阳。若用上方无效，可辩证取穴。因损伤引起者，针泻长强、承山，通经活络，驱瘀止痛；或泻长强、肩使、三阴交，行气活血，通络止痛。因骨质增生引起者，取泻本穴通络止痛，以治其标，针补补肾状骨的太溪、肾腧，或补益精血的太溪、三阴交，或补益气血的三阴交，或血海、合谷。或足三里，以治其本。病案举例。例一，马某，女，五岁，因患破伤风，于1965年3月1日收住我院内三科治疗。3月2日请针灸配合治疗，主诉代数。患破伤风3天。现病史，患儿前几天右耳被金属刺破，前天早晨突然颈项强急，牙关紧闭，嘴张不开，说话不清，不能饮食，抽搐频繁，头向后背，口吐白沫，几分钟后自行缓解，伴有发热、大便干、苦笑、面容等症状，口唇红、舌质红、舌苔薄黄，指纹青紫已到器官，脉象细数。辩证：皮肤破伤风邪病毒由伤口侵入经脉之破伤风病。治则：驱邪通经、息风解痉。取穴：一诊、二诊，针泻长强、大椎、合谷、太冲；三诊、四诊，上方加泻下关；五诊、六诊，针泻长强、合谷、太冲、脾腧、肝腧；七诊，针泻长强、天柱、后溪；八诊，上方减长强。每穴均久留针，效果：二诊后颈项强直和脚弓反张明显减轻，三诊后颈项已能活动，抽搐次数减少，搜黄变干，口仍张不大；五诊后会张口吃饭，会端坐；六诊后抽搐已愈，七诊后会行走，精神好，大便已不干；八诊痊愈，次日出院。例二，张某，男，45岁，住密阳县泰山庙公社，1970年元月27日出诊，主诉：
患脱肛已十年之久，因饥饿时腹重而得。现病史，十年来每在饥饿时腹重或大便便秘时，直肠易于脱出。开始较轻，可自行复位，后逐渐严重，脱出后必须用手上抵才能复位。平时气短头晕，屎气多，身披倦怠，因气短仰卧深足不能入睡，坐高坐吊起，脉象沉细无力。辩证，此系气虚下陷之脱肛病。治则，补气生陷，取穴，针补肠腔、百会、合谷。效果，三诊后气短头晕减轻，精神好。四至七诊约十二天，期间未脱出，早晨和饥饿时大便异味脱出，九诊痊愈。随访，1970年2月29日告知真愈未发。讨论，一，本穴真感，针刺本穴，肛门有酸胀感，并沿督脉向上走至腰部的命门穴处，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少数病例其针感沿督脉走至胸椎、颈椎部，及少数病例其针感走向百会穴处，每捻转一下，百会穴处胀困一下。针感的走向与督脉的体表循行线路基本上是一致的。针至直肠脱垂，针刺一寸余，使肛门有上提或收缩感觉为佳。治疗至极，肛裂、便血，针刺一寸，用泻法或配透天凉，使局部有疏松和清凉感觉为佳。但由于本穴针感异常灵敏，对于怕针的患者，不宜使用透天凉手法。治疗脚弓反张和脊柱疾患，针刺寸余，使针感沿督脉上行为佳。二，历代医家经验，十四经要穴主治歌仔、肠腔为治诸斑痔，胜于歌仔，治及肠风肠腔气，百症复载，刺肠腔与承山，善主肠风心下穴，脱肛区百会尾鱼之所。外台秘药在备及疗小儿脱肛方九尾翠三壮玉，类经涂一载，五至便血最效。随年壮九支，针灸大肠载，小儿脱肛泄血，秋身不效，九龟尾一壮等等。这都是前人描述本穴主治至极肛门裂和脱肛的经验总结，可自我们临床借鉴。三，代用穴，由于本穴取次不便，加之感应异常灵敏，脚弓反张及脊柱疾患，往往取百会、大椎、人中等穴代用之。割括督脉络穴是肠腔，针刺尾骨之前方，消散壅热区淤血，驱邪散至督脉畅，数曰肛门能活络，泻多不少寸于肠。第三节，命门。命门又名筋弓、鼠垒、竹杖，备及千金药方说，为此处骨虚怯，以手拍之可立死，故曰命门。本穴是督脉经的腰部腧穴，位于第二腰椎之下两肾腧之间，具有补肾培元、温阳益脾和益火生土的作用，主治男女生殖、泌尿和脾胃疾病，以及督脉围病和腰部疾患等。命门是补肾阳壮命门火的常用穴，临床多用补法和艾灸或二者并用，非实证不可施用泻法，更不宜过多的捻泻。对于男女泌尿生殖系疾病，如能使针感走达小腹，则收效更显著。治疗范围，一，真阳虚衰病症。一，本穴有补肾阳壮命门的作用，命门乃生命之根，主命之门，生气之源，精神之所舍，元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细胞，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之根，三焦气化之源。命门附于肾，在两肾之间，真气通于肾，命门真火的功能与肾阳作用有密切关系。肾阳一衰，人体各种功能活动就会出现一系列衰退现象，诸病丛生。故肾阳虚衰的病症，如阴气、包公、脑、心、脐、腰背部疾患，都可取试本穴。二，命门真火与脾胃的关系密切，后天脾的运化、胃的腐熟，依赖先天真火的温煦。言用何说，肾气弱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自治。张景岳说，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然命门为元气之根，而脾胃以中州之土，非此不能生。命门之火是微，火不生土，以致脾阳虚弱或脾肾阳虚的病症，都属本穴的治疗范围。二，督脉病。督脉者，起于下极之余，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于脑，南经二十八南。凡督脉为邪所侵出现的脊柱强直、脚弓反张、项背强痛、脊柱疼痛等病变，均可取本穴施治。本穴还治疗穴位所在处局部疾患，如腰痛等症。功能，一，辩证取穴，
用补法或配艾灸补肾培元，温阳益脾，壮腰补虚。类似乌附片、肉桂、奇果、枸杞、去短、寄生、杜仲、淫羊藿、山茱萸、鹿角、八戟天、五谷汁、益智仁、肉苁蓉等药的功效。用泻法通畅督脉精气，配艾灸能温通督脉，用艾灸温阳补虚。二、局部取穴，用泻法能通畅督脉精气，驱邪散滞，配艾灸温阳散邪，用艾灸温阳散寒以消阴霾。主治阳痿、遗尿、隆闭、水肿、尿频、子宫脱垂、带下、不孕症、泄泻、遗精、腰痛、脊髓炎、痛经、颈病、破伤风、外伤性截瘫、坐骨神经痛、小儿麻痹后遗症、抑制月经不调、崩漏、消渴等。临床应用：一、阳痿，驱本穴主治命门火衰、下元虚寒之阳痿，症见阴经萎而不举，火搏起时短而不坚，精神萎靡，头晕目眩，腰膝酸软，四肢少温，面色白，舌淡苔白，脉象沉细或沉迟无力等。补灸命门、肾腧，补肾壮阳，或取补命门配补肾俞、太溪，补肾培元，或配补气海、太溪，补肾阳益肾气，使肾气作强。若每次性交后少腹空虚拘急凉痛者，补灸命门、气海，温阳益气培元。此病若因久患遗精而得，或非命门火衰所致者，不可取补本穴。二、遗尿、隆闭、水肿，取补本穴或加灸，主治肾阳不足、命门火衰为阴的遗尿、隆闭和水肿。一、因肾阳不足、命门火衰，无阳则阴无以化，致使膀胱气化无权，逆不得出的隆闭，配补太溪、肾腧，温补肾阳，化气行水。因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膀胱虚寒，不能约束水液而成的遗尿，配补中极、太溪或肾腧，温补肾阳，固约膀胱。二、因肾气虚弱、下元不固、膀胱失约而成的遗尿，配补气海、中极、肾腧或太溪，补肾阳益肾气，固约膀胱。三、因脾肾阳虚，脾虚则不能治水，肾虚则水湿所主，以致水液停聚、泛滥横溢而成的水肿，配补阴陵泉、太溪或肾腧，温补脾肾，化气行水。四、因肾阳不振、命门火衰、膀胱气化失常、水液停聚、泛滥横溢而成的水肿，补灸命门、肾腧、太溪，温补肾阳，化气行水。水肿属于本虚标实者，可取泻中极，补命门、太溪或肾腧，温肾利水。属于先天性脊椎裂合并尿失禁者，多系督脉为病，与肾阳不足、肾气不固、膀胱虚寒失约有关，可补命门或补灸中极、肾腧，温补肾阳，约包止逆，或补命门、气海、肾腧，补肾气以约包。三、尿频，玉龙哥说，肾败腰虚小便频，夜间起止苦劳神，命门若得金针柱，肾于艾灸起沾尊。玉龙复说，老者便多，命门兼肾于而浊艾，肾阳不足，命门火衰，膀胱虚寒，不能束约水液，或肾气不足，下元不固，膀胱失约所致之尿频，针补命门，艾灸肾腧，或针补加灸，温肾阳补肾气，固约膀胱。若恐效果，前者配补或补灸中极温补膀胱，后者配补气还补益肾气。四、带下，取补本穴或配艾灸，主治肾阳不足、下元亏虚、带脉失约、任脉不固之带下病，配补肾俞、太溪，温肾培元，固本止带。五、不孕症，取补本穴或配艾灸，治疗肾阳不足、精血亏少、血海空虚、包脉失养、包宫湿气温煦不能射精之不孕症，配补太溪、三阴交，温宫补虚。若属真阳不足、命门火衰、不能化气行水、寒湿住于包宫而不孕者，艾灸命门、关元、神阙，温化寒湿以包宫。属于子宫寒冷型者，取泻命门、关元、石门或归来，均加艾灸，温包暖宫。男子真阳不足、精血虚少，以致精液稀薄，不能受胎之不育，取补命门、三阴交、太溪或肾腧，补真阳益精血，使其阳气充沛，精血旺盛，则能受精而成胎。六、泻泻，取补本穴或加艾灸，主治脾肾阳气不足之泻泻。正如张景岳所说的，阳气未复，阴气极盛，命门火衰，
为官不顾而生，谢谢之政，沛补肾于太息，温补肾阳以益脾土，或沛补肾于脾腧，温肾健脾，或艾灸命门、关元、肾腧、神阙，温阳益脾，壮火逐冷。七，腰痛，辩证取穴，取补本穴补肾益精，患也取穴，取泻本穴，或加艾灸，通经活络。一，肾虚腰痛，肾精亏虚行，素问脉药精微论篇说，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备矣。由肾精亏损引起之腰痛，取补命门、肾腧和阿是穴，补肾壮腰，或补命门、肾腧、三阴交，补益精血，益肾壮腰。肾阳虚衰行，腰痛见小便不利，少腹拘急者，以补命门、腹溜，或太息、肾腧，滋阴壮阳，补纳肾中真阳之气。二，扭伤性腰痛，因跌扑闪错，损伤筋脉、气血瘀滞引起的腰痛，取泻命门、阿是穴，或加刺尾中出血，通经活血，散瘀止痛。亦可患也取穴，取泻命门、阿是穴，与辩证取穴、针泻间使、三阴交交替或同时施治。三，腰肌劳损性腰痛，取补命门、大肠腧或气海鱼、阿是穴，补虚益损。正属肾虚腰痛者，身肾虚腰痛取穴施治。四，痹症腰痛，寒湿腰痛，泻灸命门、大肠腧、膀胱腧或阿是穴，温散寒湿。寒痹腰痛，寒邪入侵，经脉闭阻，经筋拘急，气血不畅所出现的腰部凉痛，筋脉拘急，服养不便，泻灸命门、阿是穴，主要腰肌部，温散寒邪，舒畅经筋。风寒湿痹腰痛，风寒、风湿或寒湿之邪闭阻腰部经脉，使精气不畅，气血色滞之腰痛。取泻命门和患也腧穴，如大肠腧、小肠腧、气海鱼等，针上艾条灸或针后拔罐，以收通经活络、驱邪散滞之效。五，肥大性脊椎炎、腰椎部，它属于中医学腰痛的范畴。督脉贯脊属肾，肾主骨，藏经生髓，腰椎、脊柱属肾。本病与肾关系密切，临床又多间见肾虚症状，病理类型。治则，取穴亦与肾虚腰痛基本相同，参照肾虚腰痛施治。本病易于发生腰扭伤，发生后以扭伤性腰痛取穴施治。八，痛经，取本穴治疗气滞血瘀型和寒湿凝滞型痛经，而见腰痛症状明显者，前者针泻命门、阿是穴、腰部、肩使、三阴交，行气活血，通络止痛；后者泻灸命门、阿是穴、腰腹部、归来，温散寒湿，通络活血。病案举例，例一，郭某。男，23岁，南阳地区大修厂职工，1974年2月25日出诊，主诉腰部困痛十余年，两下肢凉痛已四年之久，现病史十余年来经常腰部困痛，四年前因打球出汗后用凉水冲洗而出现两下肢外侧及前廉凉痛，不易暖热，大腿及小腿后廉经尽发困，阴雨感凉加重，每年夏秋季阴热汗出十一二加重，伴有胃寒、尿急、尿频、排尿无力、身困乏力、气短头晕，时而腹胀食少，胃腹作酸等症状，面色苍白，脉象沉细无力，血沉偏快，曾以风湿治疗，用水针703烤电药物治疗稍有效果，但不能根除，内科以腰肌劳损治疗收效亦不佳。既往史，患结核性副高炎五年之久，1968年、1971年、1972年检查精液均无精子，辩证此属少阴阳虚身痛症，治则温补真阳，取穴取补关元、命门，隔1至3日针治一次，效果一诊后腰痛减轻，下肢凉清，三诊后腰痛及尿频尿急已愈，两下肢不凉困，夜间睡卧下肢舒服，两下肢后连困感明显减轻，四诊治愈，随访同年3月18日告知再次针愈。按本例虽因汗出感凉而得，但以痹症治疗不能根除，不可再以痹症治疗。腰部困痛、下肢凉痛、胃寒肢冷、阴雨感寒加重等，是因少阴阳气虚衰、阴寒内盛、阳气不补、气血不畅之故。命门火衰，健运失职，故而腹胀食少；纳运失职，化元不足，故而头晕气短、身困乏力。其尿急、尿频、排尿无力、脉象沉细无力等，均属真阳不足所致。故补其有温补肾阳作用的关元、命门，使阳气充实，走达之体，阴寒消散，气血通畅，则病可除。
例二，刘某，男，51岁，南阳县木器厂职工，1982年2月10日出诊，主诉，患阳痿已5个月，现病史，复婚年逾，近5个月性欲不正常，阴茎勃起时短而不坚，甚至不能勃起，或精液早泄，劳累时腰酸肢软沉痛，身困乏力，倦怠，口淡不渴，舌苔薄白，脉象沉迟。辩证，真阳不足，精血亏虚之阳痿病。治则，补真阳益精血，取穴，一诊，二诊真补命门，次疗，三至十一诊，十四诊真补命门，三阴交，十二诊真补命门，复溜，十三诊真补关元，三阴交，复溜。效果，四诊后阳痿好转，七诊后阳痿明显减轻，十二诊后阳痿治愈，十三至十六诊巩固疗效。随访，1982年6月29日告知此病在此针后痊愈未发。例三，程某，男，26岁，住新野县新店公社成营大队本村3队，1977年10月13日出诊，主诉，口流涎水，小便无力已年余，因外伤而得，现病史，1年前从3-4米高蹲位跌下后及腰痛，越狱后腹长，继而出现排尿无力，常有余力，尿频1日10多次，夜间呵欠频作，白天流涎如泉，其涎清晰，口淡不渴，口唇咽干亦不欲饮水，便溏1日2至3次，因患此病影响劳动，多眠失卧，舌淡苔白，脉象沉迟。辩证，命门火衰，下缘虚寒，膀胱气化无权，因此排尿无力，常有余力，气不化津，津液湿润，故而口唇干燥，咽干不渴，火不生土，脾不运湿，故而大便溏薄，便次较多，清涎如泉从口中流出，舌苔淡白，脉象沉迟，属于里寒之象。治则，温补元阳，化气行水，取穴，真补命门、中极、关元。效果，二诊后排尿稍有力，尿次减少，口水明显减少，五诊后夜间呵欠未发，排尿较前有力，尿次减少，有时尿能排净，九诊后夜间呵欠仍未复发，小便基本恢复正常，十诊后基本治愈，十二诊巩固疗效。数学配伍，一，真补命门，配补肾俞、太溪，温补肾阳，配补气海、太溪或肾腧，补肾阳益肾气，配补中极、太溪或肾腧，温补肾阳，约包止逆，化气行水，配补肾俞或太溪，因灵泉，补益脾肾，化气行水，止带，配补肾俞、脾腧，温补脾肾，配补肾俞、大肠腧或气海俞，壮腰补肾。二，艾灸命门，配灸关元、神阙、肾腧，温肾益脾。三，补灸命门，配补灸脾腧、胃腧，温健脾胃，配补灸脾腧、肾腧，温阳健脾补肾。讨论，一，本穴针刺方向与针感，针直刺，其针杆走达小腹或麻垫杆向两下肢放散，略向左侧或右侧肾腧穴方向斜刺，其针杆走至同侧的肾腧穴处或走至同侧下肢，向右侧按压针柄，个别病人右耳发热，向左侧按压针柄则左耳发热。二，经之浅实，类经图已指出，若年20以上者九孔厥子，考本穴之治症和功能，施灸为宜，九孔厥子之说不妥。三，临床见闻，素问刺激论篇指出，刺激肩中髓为与合类经图亦指出，刺激太深，物中髓者，伤腰脊中之精气，故令人倦屈不能伸也，都是指若刺激髓中间的腧穴，因刺之过深，深中至髓者，将为佝偻的病变，我们不仅不宜用粗针深刺脊椎间腧穴，还要防止误诊误治，引起倦屈不能伸的事故发生。如一，患者张某，男，45岁，镇平县人，1952年患肾亏性腰脊痛，求医针治，以风寒腰痛针泻脊中、命门、三焦腧，针后拔罐，用4斤油罐做火罐使用，拔2次。第二天下肢微软无力，身向前低，并出现气短，腰脊困痛尤甚，前来求解，针补合谷、肾腧、命门、4次腹长。二，患者李某，男，48岁，1954年患胸椎结核，脊背疼痛，求医针治，以痛处取穴。患者主诉处相当筋缩，脊中穴，不知用泻法或用补法，针治3次。1个月后，第8、9、10胸椎逐渐高凸，
患者前来我针灸科求解，拍片结果是D9，使胸椎结合。这属误诊，物质巧合出现，胸椎逐渐高凸，身躯不伸。三，患者李某，男，45岁，住南阳市北关大街。体素身体健壮，1957年因D5、6、7胸椎不酸困痛，俯仰痛甚，求医针治。一，脊柱痛用粗针取刺灵台、神道穴，用24号毫针，不知针刺深度极其不泄法，针治3次后，脊背酸痛未减，反而在第2、第3次每次针后痛距2-3天。越愈后脊柱逐渐弯曲，D5、6、7胸椎高凸，两上肢麻木，持物略有不舒，前来我科求治。拍片和化验检查排除胸椎结合和梅毒，可能与针粗刺之过深有关。四，历代医家经验，圣济总路所说的，命是不可伤，伤即令人命绝，一至人中，百会成僵。前人对针刺本穴过深，伤及脊髓，出现的昏厥或休克，取刺人中，百会成僵以救之。五，勿用补酒治痹，肾阴不足，阴虚火旺和血虚发热之症，勿补本穴壮阳，或壮阳之症，以壮阳治阳气久负，再补酒本穴壮阳。少数患者分别出现遗精、失眠、烦躁、咽干口苦、耳鸣等。六，本穴作用，一，督脉与肾关系密切，本穴位于14椎下重要部位，正如张颖安说，督脉循阴气之下，从后臀贯脊在14椎之间，从命门而入内属肾，盖命门乃督脉所入之门。又说，督脉之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皆从命门而入，属络于两肾者也。本穴是督脉所入之门，其所在处与肾关系密切。督脉为手足三阳经脉之所会，称为阳脉的督纲，具有统摄全身阳气的作用。因此，针补或加艾灸本穴，具有补肾阳壮命门火的功效。二，陷下则久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艾叶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能回垂绝之阳，通12经，走3阴，理气血，逐寒湿，暖子宫等，能透诸经而除百病。借燃烧艾绒温热之力，渗透皮肤，直达身部，以发挥温阳补虚、驱除阴邪的作用。长期艾灸本穴，能增强补真火壮命门、温补脾肾阳气的功效。对于改善真阳不足，消除在病理上与真阳不足有关的症候，在整体疗法中有一定的功效。割括命门2-3腰椎间，腰脊督病据可边，温阳主冷散阴霾，补肾益脾效果显。针刺8分需9补，补一桂附枸杞山，大云谷之露其果，阳或忌断一几天。第四节，大椎。大椎因位于最大的椎骨第7颈椎之下而得名，因它有治疗诸虚劳损的作用，故又名百劳。大椎位于第7颈椎和第1胸椎之间，是督脉的腧穴，又是手足三阳督脉的交汇穴，为主治外感表症、疟疾和督脉以及穴位所在处病变的常用穴。治疗范围：一、外感表症，督脉联系手足三阳经，是人体诸阳经脉的总汇，称为阳脉的督纲，具有统摄全身阳气的作用。太阳微开，主一身之表，其病恶寒发热；少阳为枢，主半表半里，其病往来寒热。阳明为合主里，其病淡热不寒。全身阳经阳气都交汇于督脉的大椎穴，大椎穴也就与手足三阳经有互通的关系。所以大椎穴主治外感表症、表寒症、表热症、表虚症和疟疾，以及高热不退和伤寒病中的太阳与少阳病病等。或真劳、虚象膏肓及百劳，行针只要割。大椎穴又善于治疗骨蒸劳热、潮热盗汗、表虚自汗等病。二、督脉病，督脉之为病，几强而绝，素问古空论。督脉为病，几强反折，南京29难。大椎治疗督脉为邪所侵出现的脊椎疼痛、项背强脊，以及神志异常的癫、狂、痫等症。三、局部病，本穴还治疗穴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变，即针杆走达处的肩背和上臂疾患，偏向患野方向略斜刺。功能：一、辨证取穴，用泻法或配透天凉、退热解表、驱邪除征、通督解痉，类似柴胡、黄芩、葛根、荆芥、防风、姜蚕、钩藤、白花蛇、全蝎、胆南星、秦椒、紫苏叶、蝉蜕、桑叶、长山、草果、地骨皮。
银柴胡等药的功效，用泻法宣阳解表，配艾灸或烧山火拔罐，可解表散寒，温阳通都。类似桂枝、细辛、麻黄、羌活、独活、秦椒、威灵仙、海风藤等药的功效，用补法振奋阳气，益阳固表，用较粗的毫针略深刺通电，或用强刺激多捻泻，能清脑醒志。二、局部取穴，用泻法或配艾灸驱邪活络止痛，主治感冒、自汗、破伤风、颈病、疟疾、间歇热、头痛、咳嗽、哮症、喘症、中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肺炎、肺痨、急惊风、急性乳腺炎、狂症、痫症、癫症、发际疮、落枕、头项强痛、肩背痛、抑制疫病、舞蹈病、荨麻疹、脊背疼痛、单独等。临床应用：一、感冒，包括流行性感冒。大椎对于风寒外袭、表阳闭郁的风寒感冒具有宣阳解表之效，对于风热之邪、蒸发积表的风热感冒具有退热解表的作用。素问生气通天论说：清静则肉凑必聚，虽有大风科毒，服之能害。由于元气虚弱，表凑疏松，表虚胃阳不固，易于感冒者，取补大椎益阳固表，配补合谷，共作一起固表之效。其余型感冒参见风门一节。临床应用：二、自汗，凑里不密，胃阳不固，阴液不能内守则自汗出，取补大椎有益阳固表的作用，使胃阳凑里固密，则自汗可愈，配补合谷，益气固表，共作益气固表止汗之效。三、破伤风，本穴用以宣阳驱邪，疏散风邪，通督解痉，特别是对于抑制颈项、脊背督脉和足太阳经的筋脉拘挛强急，效果尤佳。其具体配穴施治参后溪一节。临床应用：四、性病，参见风门一节。临床应用：五、疟疾，取泻大椎，宣发阳气，驱邪打表，使药邪由太阳而解，以收解药之效。一、正药，针泻大椎，后溪或肩使，宣阳疏表，驱邪止药，或针泻大椎外关、丘虚和解少阳，驱邪解药。二、热药，针泻大椎，内庭或加泻合谷，清热疏表，驱邪止药。若痰多者，加泻丰隆或中脘，祛痰解药。热药伴见烦乱躁狂，甚至神昏沾语者，针泻大椎，点刺取则放血，解药清心除烦。金匮要略要病脉症病治篇所说的，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汗淡热，骨节疼烦，石藕、白虎加桂枝汤煮之之温疟，亦可针泻大椎、合谷、内庭治之。三、寒疟，针泻大椎，补太溪或复溜、扶阳打血止药，或上方加泻肩石，以助驱邪止药之效；或灸大椎，后溪或桃道，温阳散寒，打血止药。若淡寒不热，倦怠失卧，胸痞不适，面白或自汗之冷，或犯吐痰涎，舌质淡白，脉象弦迟，为寒湿内盛、脾阳不运之症，泻灸大椎、丰隆或中脘，扶阳散寒，化痰止药；或泻灸大椎、丰隆，补阴陵泉或太白，可收温化痰湿，健运脾阳，驱邪止药之效。四、劳药，针刺大椎，补合谷，足三里，益气健中，扶正止药；或针泻大椎，补合谷，三阴交，补益气血，扶正止药；或针泻大椎，补合谷，阴陵泉，益气健脾，扶正止药。若间见脾肾两虚症状者，针泻大椎，补太溪、阴陵泉或太白，补益脾肾，扶正止药。五、脑型疟疾，针泻大椎，取则委中放血，清热解毒，清心镇静，或与针泻外关、丘虚和解少阳之法交替施治。制药的数穴较多，临床应辨证取穴方收良效。本穴又适用于发药前出现脊背凉麻、冷酸抽筋等症状者。六、头痛、咳嗽、肺炎、哮症、喘症、中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肺痨、急惊风、急性乳腺炎，凡因外感风寒、风热所引起，或伴有高热或骨蒸潮热症状者，均可取泻本穴，可收疏邪解表、退热除蒸之效。如一、风寒型头痛，配泻列缺、阿是穴，疏风散寒，利窍止痛；风热型头痛，配泻合谷或外关、阿是穴，或配泻风池、阿是穴，疏散风热，利窍止痛。二、
风寒外束，肺湿宣降的咳嗽，配泻风门，肺瘀加酒，疏散风寒，宣肺止嗽。或泻酒大椎，配泻列缺，天突，疏散风寒，理气止嗽。风热犯表，肺湿宣畅的咳嗽，配泻肺瘀或尺泽，疏风清热，宣肺止嗽。三、风温病毒侵犯肺胃之肺炎，配泻合谷，风聋，清热解表，宣肺化痰。痰热上壅，肺湿宣降之肺炎，针泻大椎，清退热血。风聋，尺泽，清热宣肺，化痰降逆。痰热壅肺，内陷心包之肺炎。在针泻风聋、神门、尺泽、宣肺化痰、清心开窍的同时，配泻大椎，佐以退热。四、风寒袭肺，气机失利的效症，泻酒大椎，泻列缺，天突，类似麻黄汤加味之效。或泻酒大椎，配泻山中、内关，疏散风寒，宣畅气机。每因感受风热引起痰热犯肺、气道不利之效症，配泻尺泽、天突或风聋，疏风清热，化痰宣肺。每因感受风寒引动寒痰自肺、气道受阻之效症，针泻大椎、泻酒肺腧、风门，或针泻大椎、天突、泻酒山中，疏散风寒，温肺豁痰，或针泻大椎、配泻列缺、天突，类似麻黄汤加味之效。五、中暑、乙脑、流脑、急性乳腺炎，配泻本穴以退热。肺痨，配泻本穴以退热除征。六、里热外感，热盛风动的急惊风，针泻大椎、合谷、太冲，清热解表，平肝息风。七、发际疮，本病以取泻大椎、合谷或曲池穴为主。偏于风盛者，疮疖起伏较快，养肾于痛，舌苔薄白，脉浮，配风池或风府疏风。偏于热盛者，疮疖性红肿胀，痛肾于痒，舌赤苔燥，脉象红数，配泻外关清热。偏于湿盛者，疮疖肿胀较甚，舌苔白腻，脉象红数或滑数，配泻阴陵泉祛湿。循经取穴，疮疖位于足少阳经者，配泻丘墟；位于督脉经者，配泻桃荡；位于足太阳经者，配泻昆仑，或刺尾中出血。并按举例。例一，李某，男，45岁，南阳电机厂职工，1981年9月5日出诊，主诉腹痛数天，刻下证，右侧小腹痛，其痛点在脉室点外下方，距脉室点二横指处隐痛，时而剧痛，使气后好转。血象检查发现有疟原虫，但无疟疾症状。既往史，患慢性胆囊炎10年，已造影确诊。血常规，血红蛋白 12.5克，白细胞4000，分液 51%，淋巴 44%， 单核 5%， 疟原虫加。治则，在针治慢性阑尾炎的同时，配取治疗疟疾的腧穴，以观疗效。取穴，一诊针泻大椎、桃道和右尾包阑尾穴，二诊9月7日针泻大椎、桃道。效果，一诊后腹痛明显减轻，二诊后白细胞6200，分液 68%， 淋巴 30%， 单核 2%， 疟原虫腹痛治愈。例二，王某，男，45岁，南阳市砖瓦厂职工，1982年7月28日出诊，主诉患疟疾7天，刻下证，1981年患过疟疾，此次发药3次，发药时高热，恶寒发冷，寒热往来，身痛头痛，恶心呕吐，轻度昏迷，约3小时后汗出烧退，药发后约在12个小时内恶心呕吐不能食，隔日发作一次，时间在11:30至15点中，精神不振，面黄唇淡，口角烂，脉弦。诊断，煎日药。治则，驱邪解药。取穴，针泻大椎、肩室，发药前1个小时针治。效果，昨天针后疟疾未发，能食，精神好。随访，1982年9月15日告知疟疾针治一次愈。腧穴功能鉴别，一，大椎、列缺、外关、风门、合谷功能比较，它们都有解表作用，但各有其特点，详见风门一节，腧穴功能鉴别。二，大椎、风门、合谷、曲池、风府功能比较，它们都有驱风作用，但各有其特点，详见风门一节，腧穴功能鉴别。腧穴配伍，一，针泻大椎，配泻风门、肺腧，驱风清热，宣肺解表；配泻合谷、尺泽，疏风清热，宣肺解表；配泻风门，加酒，肺腧，加酒。
驱风散寒，熏肺解表，温肺散寒，止嗽平喘。配泻列缺，天突，疏风解表，宣肺平喘。配泻丰隆，尺泽，清热解表，宣肺化痰。配泻合谷，太冲，清热驱风，息风解痉。配泻百会，人中，通督醒志，舒筋解痉。配泻合谷，内庭，清热疏表，驱邪止药。配泻后溪，宣阳解表，通督舒筋，解药。配泻外关，丘虚和解少阳，驱邪解药。配补合谷，足三里或阴陵泉，益气健脾，扶正止药。配泻肺俞，宣肺解表，退热除蒸。配补复溜，育阴退热除蒸。配泻三阴交，配透天凉，清热凉血除蒸。二，真补大椎，配补合谷，益气固表。配补肺腧或太渊，补肺固表。三，泻九大椎，配泻天突、列缺，疏散风寒，宣肺解表。配泻九风门、肺腧，解表散寒，温肺止咳，平喘。配泻九曲池、阴陵泉，温阳解表，行湿化饮。四，泻九大椎，配泻列缺，发汗解表，宣肺平喘，类似麻黄汤，伤寒论房，知效。凡属于风寒型感冒、哮症、喘症，均可取此二穴或配加数穴施治。如外感风寒，侵袭于肺，肺气壅实，不得宣降之喘症。和外感风寒，湿于表散，寒入肺腧，痰浊壅聚之哮症，均可配加肺腧泻酒。前者可收解表散寒，宣肺平喘之效；后者可收解表散寒，温肺利窍之效。讨论：一、本穴针刺方向与针感。略向上方，头部斜刺，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少数病例其针感逐渐循督脉经风府、哑门走至颠顶。略向下方，腰部斜刺，少数病例其针感突然循督脉走至腰部。个别病例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其针感逐渐循督脉经走至腰底部。略向左或向右侧斜刺，少数病例其针感走向同侧的肩部、背部。个别病例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其针感逐渐走至同侧的上臂或前臂。针直刺，个别病例其针感走向胸部、胃腹或天突穴处，但走行路线不明。针刺方向依其病位而定，如治疗脊柱疼痛或脚弓反张和脊腔而厥的病例，针略向下方、腰部斜刺，使针感沿脊柱下行走至胸椎或腰椎，或走达整个脊柱。二、经之浅实。一、伤寒论304条中说，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胃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少阴感寒后，正见口中和，不燥不渴，是无里热，其胃恶寒，是邪随寒化，阳虚之故。背属督脉，足太阳经，以久手足三阳、督脉之会的大椎，和膀胱募穴或关元，扶阳逐寒，内服附子汤，久药并施，奏效更解。二、伤寒论234条，其症情实属三阳合并。三阳合并，解表、宫里均非所宜，故先用刺法以泄阳热之邪，舒畅经络之闭郁。以取泻大椎，宣泻太阳肌表外关，清宣少阳郁热，内庭清宣阳明邪热，治之。三、金匮要略要病脉症病治篇中说，诗曰：要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脉弦坚紧而有浮象，是邪气偏重在表，可用发汗或针灸治疗。从其脉象，一泻后溪、大椎，解表解药。三、历代医家经验。伤寒论147条中说，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腧、肝腧。肾不可发汗，发汗则沾雨，脉弦五日沾雨不止，当刺七门和176条。太阳少阳并病，心下硬，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肾五下之。前条头项强痛属于太阳，眩冒属于少阳，时如结胸，心下痞硬，是邪气内结，精气不输之故，非发汗能解，故肾不可发汗。后条颈项强属太阳，眩冒属少阳，心下硬，是邪气内结，精气不输之故，汗吐下发，据少阳所进，故肾勿下之。此两条是因太阳与少阳并病，不可发汗与攻下，故刺大椎、肺腧、肝腧而解。取刺大椎以解太阳在表之邪，通畅精气。四、
针刺本穴不宜过深，针刺过深可以刺中脊髓，出现触电样感觉向肢端放射应立即退针，切勿再做提插捻转，刺激过量会发生后遗症。如刺激过强，病人会出现短暂的肢体瘫痪，如刺伤血管则可引起出血或血肿压迫症状。素问刺进论篇所说的刺激肩中髓为与是指若刺脊椎中间的腧穴，因刺之过深，深中至髓者将为与缕的病变。本穴深刺有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病例。据某精神病院1972年报道，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穴大椎因刺激过深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十多例，经抢救治疗，多数病人恢复健康，个别病人造成瘫痪。割括大椎三阳督脉会第七颈椎椎下位，通督解痉又行脑，宣阳解表热邪退，解药一阳又固表，毫针刺入寸余内，经房腔督穿山鱼，桑菊残血葛新贵。第五节哑门。哑门又名阴门、哑门、舌横、舌咽、舌根、咽舌、横舌、舌肿，它位于向后两筋之间，形如大门，具有开阴治哑的作用，故前人命名哑门、阴门等。哑门是督脉经的腧穴，又是督脉、阳维脉交会穴，位于后发际凹陷处，入发际五分，穴下深部是眼髓，为回阳九真穴之一，治疗阴哑失语、神志病和督脉病以及头颈项部病变，是主治阴哑失语的常用穴。治疗范围：一、阴哑病症。南京二十八难说，督脉者起于下脊之余，定于脊里，上至风府，入于脑。哑门入系舌本，穴下深部是眼髓，阴哑失语与眼髓、喉、舌的功能障碍有关，因此除喉音和元气大亏之外，脑病、温邪上攻或其他原因引起的阴哑失语均可取施本穴。至于舌肌转运失灵的舌音，则以廉泉穴为主，配取哑门穴。二、经脉疾患。阳维脉循行向后和督脉汇合于风府、哑门穴，督脉并脊入脑，与足厥阴经交汇于颠顶，督之为病，脊强而厥。南京二十九难和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素问古空论，以及像被强脊等督脉为邪所侵的病症，和阳维为病的头项疼痛、后头痛、神志异常的病症，都属本穴的治疗范围。本穴还治疗穴位所在处的局部病变，如后头痛、后项强痛等。功能：一、辨证取穴，用泻法开宣阴窍，通督解痉，配透天梁，清脑醒志，用补法能益脑增阴。二、局部取穴，用泻法通经活络，驱邪散滞，主治聋哑、阴哑、舌阴、癫症、狂症、疫病、脑性瘫痪、后头痛、后项强痛，抑制痉病、破伤风、舞蹈病、鼻衄等。临床应用：一、聋哑，本病病因较多，如小儿聋哑多见于脑病，如各型脑炎、化脓性脑膜炎、中毒性脑症状等，药物中毒、温邪上攻和大脑发育不全等。成人聋哑多见于温邪上攻、药物中毒、肝胆火旺、气血双亏、元气大伤、肾精亏虚等。因此针治本病，注意审阴辨证，不可一意对症治疗，墨守成方。一、脑病或温邪上攻损伤耳阴窍络所致者，取泻哑门、廉泉、益风、听会、清宣窍络。若患病时短仍伴有热盛症状者，哑门穴配透天梁，清宣阴窍，加泻外观清热。或以风穴拔针时不必血孔令其出血，以泻血散热清宣耳窍。若伴有阴虚症状者，针泻以上腧穴与针补浮流、太渊、金水相生之法，交替施治。若伴有肺燥金伤症状者，针泻以上腧穴与泻尺则补浮流、清肺润燥之法，交替施治。若伴有阴虚火旺症状者，针泻以上腧穴与取补浮流泻神门、滋阴清火之法，交替施治。二、高热或疟疾或内服奎宁热伤耳阴窍络所致者，取泻哑门、听会、外观或中渚、丘墟，或针泻哑门、益风、合谷、内庭或解析清热宣窍。成年患者若患病时短而仍内热炽盛者，以上诸穴配透天梁手法，清热泻火，宣畅窍络，收效良好。三、暴怒伤肝、肝胆火旺、火随气生、郁闭耳、阴窍络所致者，取泻哑门、益风或听宫、丘墟、太冲或行间，清降肝胆郁热，宣通窍络。若患病时短或肝胆火旺症状明显者，
以上太冲，丘虚穴配透天梁手法。四、痰火上升，拥足而阴窍络索滞者，取泻亚门配透天梁庭会，或一风风龙内庭，或取泻亚门风龙外关丘虚，清降痰火，宣畅窍络。五、气血亏虚，不能上奉脑髓而阴窍络失阳所滞者，在针补合谷三阴交补益气血的同时，配补亚门益脑增阴。六、肺肾气虚，不能上奉脑髓而阴窍络失聪所滞者，取补太渊或合谷、复溜、太溪或肾腧补益肺肾，配补亚门、耳门或听会，佐以增阴聪耳。本虚标实者，上二穴改用泻法，佐以宣窍。患病时短者，不配患也腧穴，长期治疗效果亦满意。属于元气大伤、肾精亏损、髓海不足而阴窍络失阳所滞者，针补气海、合谷、太溪、肾腧，大补元气，补益肾精。不配本穴，长期治疗效果满意。属于本虚标实、上盛下虚的聋哑，不可取补本穴，勿补抑制阴窍脉络闭滞。针治本病，必须注意患者的智力。智力差的患者，虽患病时短，但多收效不佳。二、阴哑。这里所说的阴哑不属于舌阴和喉阴，主要是指与聋哑病因相同，哑而不聋之阴哑症。张景岳说，阴哑之病，当知虚实。实者其病在标，阴窍闭而阴也；虚者其病在本，内堵而阴也。在标窍闭的阴哑，取泻本穴，开宣阴窍；在本内虚的阴哑，亦可取补本穴。元气大伤、肾精亏损所致的阴哑和外伤后遗症的阴哑，不宜配补本穴益脑增阴。一、脑病或温邪上攻，损伤阴窍脉络所致者，取泻亚门或配透天梁、连泉外关清宣阴窍，或取泻亚门、连泉均配透天梁清宣阴窍。伴有阴虚症状者，配补复溜养阴，或配补复溜太渊金水相生。伴有水亏火旺症状者，配泻神门补复溜滋阴清火。伴有燥热伤津症状者，配泻内庭补复溜，类似玉女煎加味之效。阴哑时短之住院患儿，由于急性热性病引起者，在恢复期亦有仅取泻亚门一穴，往往针治两三次即可治愈。二、高热或疟疾，或内服奎宁药，热伤阴窍脉络所致者，取泻亚门外关丘虚，或针泻亚门、连泉、合谷外关内庭清热宣窍。成年患者若患病时短而仍有内热炽盛者，以上诸穴均配透天梁，清热泻火，宣畅窍络。若伴有燥热伤津、阴液不足症状者，加补复溜育阴。三、肝气郁滞、气机不利、阴窍脉络闭阻所致者，取泻亚门或加连泉、煎使或内关理气通络，宣通阴窍。四、因胃痛急剧、气机阻滞、突然闭绝、觉醒阴哑者，取泻亚门或加连泉、足三里、内关或中脘理气和胃，宣通窍络。五、肺肾气虚，不能上奉脑髓，阴窍脉络失常所致者，取补太渊或合谷、太溪、复溜或肾腧，补益肺肾，配补亚门，有助益脑增阴。三、舌疮，参见连泉一节，临床应用。四、疫病，取泻本穴，治疗疫病性后头痛、后项不抽搐和疫病性失语、语迟、弄舌、捂舌等。前者配泻天柱，后者配泻连泉，在舒畅经脉和宣通阴窍的同时，配合言语暗示，可获满意效果。五、后头痛、后项强痛，采取患也取穴的局部疗法，取泻本穴可收驱邪通络之效。如后头痛、痛连后项的太阳头痛，配泻天柱、昆仑或后溪，宣通太阳精气，驱邪止痛。风热性后头痛，配泻风池、百会，疏风清热，通络止痛。风寒或风湿引起的后项强痛，配泻天柱或大柱、大椎，配艾灸或配泻天柱、大柱穴加拔罐，以收温经活络，散邪止痛之效。病案举例。例一：刘某，女，14岁，住新野县沙堰公社休营大队杨屯村。1966年8月21日出诊，主诉代数，患聋哑已9年，因患疟疾而得。现病史：9年前因患疟疾，高热后出现两耳听力完全丧失，不会说话，外观失聪，表情呆钝，语无异常。辩证：疟疾高热，热邪上攻，痈闭清窍致聋哑病。诊断：聋哑病，
治则。晴轩窍道：取穴，一至三诊针线哑门、连泉和听会、听宫；四诊针线哑门、连泉。效果：一诊后能听到大的声音，会叫妈接到；二诊后能听到一半声音，会数一、二、三、四几个数，会叫爹吃饭；三诊后听力恢复正常，说话基本恢复正常；四诊痊愈，随访，半月后告知治愈，表示感谢。例二：李某，男，八岁，住南召县云阳公社南河店大队。1965年9月13日出诊，主诉代数，不会说话，四肢软瘫已40多天。现病史：一个多月前发热头痛，昏迷时睡，10天前经当地医院治愈。因路上淋雨赶凉，第二天出现失语，舌肌活动不灵，咀嚼无力，四肢微软，右手瘦抖，心烦不安，呵欠频作，神志略有痴呆，搜黄，身瘦，面黄，脉数。辩证：温热之邪未尽，复感外邪，邪必清窍，阻闭经络之失语和伪证。治则：开阴窍，通舌络，佐以清心醒志。取穴：一诊、二诊针线哑门、连泉、补复溜；三至六诊针线哑门、连泉、风池；七诊、八诊针线神门、大陵。效果：三诊后会说几个单字，六诊后说话恢复正常，仍心烦，神志略有痴呆；七诊后神志恢复正常，八诊巩固疗效。随访：1967年12月29日回信告知，再次针愈。例三：窦某，男，6岁，朱邓县淋巴公社窦营大队。1966年11月5日出诊，主诉代数，不会说话已年余。现病史：1965年夏天患流行性乙型脑炎，治愈后后遗不会说话，言语完全丧失，但听力正常，舌肌活动正常，曾用中西药及针灸治疗无效。检查：神志清楚，听力正常，舌肌两耳无异常发现，由本院五官科转针灸治疗。辩证：热邪拥闭阴窍之失与病。治则：清宣阴窍。取穴：针线哑门、连泉，隔一至三日针治一次。效果：三诊后会说几个单字，七诊后会说几个单字较前清楚，十一诊后说话恢复正常，十二、十三诊巩固疗效。随访：1967年12月21日，患儿的大姨前来针病，转告患儿失语，再次针愈，说话正常。数学功能鉴别：哑门、连泉功能比较，二穴都系舌本，一位舌本前，一位舌本后，虽都是治疗阴哑失语的常用穴，但各有其特点。哑门穴开宣阴窍，益脑增阴，偏于治疗脑病之阴哑失语；连泉穴宣通舌络，补益舌本，偏于治疗舌病之阴哑失语。讨论：一、针刺注意事项。1964年，某省中医杂志报道，针治一位精神分裂症狂躁型患者，针刺风府等穴，针刺第六次时，因针风府穴过深损伤眼髓，引起四肢瘫痪、痛觉消失、呼吸困难等症状而死亡。经解剖证明，针已刺入枕骨大孔，伤及眼髓，发生内出血，导致生命中枢瘫痪而死亡。《素问·刺剂论》篇指出，刺头中脑户入脑力死，正是实践经验的总结。哑门穴下深部是眼髓，因此不宜深刺。对于不能很好配合或在不安静情况下针刺的癫狂痫症和破伤风、舞蹈病、静病患者，宜取刺大椎、人中、百会等穴代替哑门穴。哑门穴位于第一颈椎和第二颈椎棘突之间，正确的刺法是对准口部与耳垂水平进针，直刺一至一寸三分深，不可向内上方深刺，防止刺伤眼脑，要严格掌握针刺角度和深度。若深刺伤及眼髓时，有触电感向四肢放射，应立即退针。二、打开聋哑禁区。所谓打开聋哑禁区，就是只打开了哑门穴，不敢深刺这个禁区。从报道材料来看，哑门穴能扎二至二寸半深，但患者的颈项直径多长呢？哑门穴处的皮肤距脊髓有多远呢？如果扎得准确，针尖就可经过第一、二颈椎之间进入眼髓，甚至穿过眼髓。所见针刺表演，进针后拍片，其针体沿第二和第三颈椎棘突之间的旁边一侧向下，大椎与缺盆之间刺入二寸半深。虽然深度超过了以前针灸书中所限制的深度，但所刺方向不符合前人所说的向口部方向进针。由此可见，在医学科学领域里大胆探索，
精神可嘉，但必须以客观存在为前提。三，本学禁酒，艾叶生温熟热，纯阳之性。艾灸是借燃烧艾绒温热之力，渗透肌肤深部，发挥治疗作用的。哑门是主治阴哑的腧穴，具有宣通阴窍的功效，穴下深部是眼髓。施灸本穴，特别是针上灸和艾柱直接灸，易于助热上扰，热伤眼髓或损伤阴窍，发生头昏脑胀甚至阴哑。因此针灸甲已经说不可灸，灸之令人阴。禁酒学歌也说禁酒，前人使用艾灸本穴也极少。而近代针灸医书也记载本穴禁艾柱灸，灸之令人哑不宜灸，灸之令人哑等。歌括：哑门发际风府间，对口刺入一寸三。清脑通都一用泻，一脑宣阴并邪散。阴哑禁酒忌深刺，勿伤眼髓是关键。第六节，百会。百会又名三阳五会、天满、泥丸宫、颠上、为会、鬼门、天山，是手足三阳、督脉之会，针灸大成。头为诸阳之会，因本穴位于颠顶，能贯通诸阳之经，故而命名百会穴。有书记载，本穴为足太阳、手足少阳和足厥阴、督脉之会，因有三条阳经和肝经、督脉共五条经脉会于此穴，故又名三阳五会穴。百会是主治督脉为病、神志病以及肝火、肝阳、肝风上扰和邪热上攻、外感风邪引起的头部疾患的常用穴，也是治疗气虚下陷的常用穴。治疗范围：一、下陷病症。督脉联系手足三阳经，是人体诸阳经脉的总会，称为诸阳脉的督纲，具有统摄全身阳气的作用。手足三阳经脉都交汇于督脉的百会穴，能贯通诸阳各经。因此百会穴有生阳益气、提举一身之气、生下陷之清阳的特殊作用。凡中气不足、气虚下陷引起的病症和精血、精气不能上冲于脑、气随血脱、血随气脱引起的病症以及阳气暴脱之症，都属本穴的治疗范围。二、风邪病症。风为阳邪，其性清阳，高颠之上，为风可道，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或真风先向风府百会中行针止药歌。位于颠顶手足三阳督脉之会穴百会，治疗邪热上扰、风热上攻、风寒数落所致的头部疾患。三、督脉颠顶及神志病。督脉经尾闾骨端，由脊上行至向后的风府穴入脑，上行颠顶沿额至鼻柱，从目内眦上行，上额交汇颠上，入落于脑的正中。督脉并脊入脑，与足厥阴肝经交汇于颠顶，其络脉夹脊上向散透上。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素问古空论。督之为病，脊强而绝，南经二十九难。肝火、肝风、肝阳上扰颠顶，以及与督脉有关的病症和神志病等，都可取泻本穴。四、头脑病。脑为髓之海，其枢上在于脐盖，下在风府，灵属海论。脑为髓液聚集之处，称为髓海，其气血输注出入的重要穴位，上在百会穴，下在风府穴。不论何种原因导致的气血阻滞而逆乱出现的头脑疾患，都可取泻本穴。功能：一、辨证取穴，用泻法吸风潜阳，驱风散邪，清脑通督解痉，类似羚羊角、天麻、姜蚕、石决明、草决明、菊花、钩藤、荆芥、防风、胆南星、葛根、薄荷、荷叶、白芷、桑叶、藁本等药物的功效。用补法生阳益气，类似生麻、柴胡、藁本、黄芪、人参等药的功效。用艾灸回阳固脱。二、局部取穴，用泻法活血通络，配艾灸温散风寒、温通鼻窍，类似藁本、荆芥、防风、羌活、蔓荆子、薄荷、辛夷、龟尾、川芎、赤芍、细辛等药的功效。用三棱针点刺出血，泻血散热，活血祛瘀。用艾灸温阳散邪。主治：头痛、眩晕、高血压、中风、厥症、脱症、痫症、癫症、脱肛、泄泻、便秘、脓闭、遗尿、疝气、气疝、狐疝、子宫脱垂、胃下垂、舞蹈病、颈病、破伤风、鼻塞、慢性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临床应用：一、头痛。一、外感头痛，风加寒邪阻遏络脉，血郁于内的风寒头痛，泻灸百会、风府、八市穴，疏风散寒，通络止痛。风加热邪，风热上扰，
扰及清空的风热头痛、取泻百会或点刺血络出血。阿是穴合谷，疏散风热，通络止痛。或取泻百会，驱驰内停，驱风清热，降火清脑。冬加湿邪，蒙蔽清阳，则清阳不生，浊阴不降的风湿头痛，取泻百会，风府或风池，阴陵泉，足三里，驱风散邪，调中利湿。二、内伤头痛，肝阳头痛，取泻百会，或点刺血络出血，泄血散热，行间，风池，平肝前阳，息风止痛。或取风池，加补复溜，平肝息风，与阴前阳。肝火头痛，取泻百会，或点刺血络出血，太冲、秋虚均配透天凉，清泻肝火，散热止痛。气虚头痛，在取补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的同时，配补百会，有助于清气上行于头，类似补中益气汤之效。属于虚中加湿者，百会改为泻法，取其补中御散之意。气血双亏型头痛，在取补合谷、三阴交、补益气血的同时，配补百会，有助气血上奉头脑。心脾不足，心虚则血液循行不周，脾虚则生化之源不旺，气血不能上奉脑髓所致的头痛。在驱补神门、三阴交补益心脾的同时，配补百会。水谷不化，巨石生痰，痰浊上扰，经络阻滞，清阳不得舒展所致的痰浊头痛，在取泻阴陵泉、丰隆化湿驱痰的同时，配泻百会宣阳通络。驱邪止痛，三穴相配，类似二陈汤加味之效。属于风痰者，取泻百会、丰隆、补阴陵泉、健脾化痰、息风止痛，类似半夏白术天麻汤之效。气血瘀滞，血行不畅，脉络阻滞所致的淤血头痛，取泻百会、阿是穴活血祛瘀，通络止痛。另外，雷头风和头部热痛如蒸的头痛，取泻本穴有清阳散热的功效。三、太阳、少阳、厥阴头痛，后头痛连及后项的太阳头痛，取泻百会，向患也方向平刺，风府、后溪或昆仑。侧头痛连及于耳的少阳头痛，取泻百会，向患也方向平刺，风池、患侧、丘虚。点顶痛连及木系的厥阴头痛，取泻百会、太冲、阿是穴。由硬膜外麻醉引起的后头痛，取泻百会、大椎、风府，收效满意。二、眩晕。一、珠峰吊眩皆属于肝、肝脉上循颠顶或于督脉，取泻本穴，息风前阳清脑。因肝阴暗耗，肝火偏亢，风阳生动，上扰清空之眩晕。配泻太冲、配透天凉、风池、平肝前阳、息风清脑，或配泻行间、秋虚、配透天凉，使真感循经走上头部，清肝泻火、息风前阳。阴肾水不足、水不含木、肝阳偏亢、风阳上扰之眩晕，配泻太冲、补复溜、平肝息风、御阴前阳。二、灵枢海论篇说，脑为髓之海，其枢上在于脐盖，下在风府。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颈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肾藏精生髓，肾精亏虚不能生髓，髓海不足所致的眩晕。驱补肾于太溪或复溜，补益肾精，配补百会，有助精血上承头脑。若虚浊以收敛扶阳者，不可配补本穴。三、心脾亏虚以致气血不能上奉于头脑而致的眩晕，驱补神门、三阴交补益心脾，配补百会，有助气血上奉头脑。三穴配伍，类似归脾汤加味之效。四、气虚则清阳不生、清窍不充而致的眩晕，取补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配补百会，能益气生阳。属于虚气上逆者，不可取湿本穴，更不宜施用补法。五、属于痰浊中阻行者，取泻百会、阴陵泉、丰隆、驱湿化痰，佐以息风。属于风痰上扰者，取泻百会、丰隆、补阴陵泉、健脾祛湿。化痰息风，类似半夏白术天麻汤之效。属于痰郁化火、痰火上扰所致者，针泻百会、丰隆、内停、后二穴均配透天凉，共奏清降痰火、息风清脑之效。凡属于本虚标实或上盛下虚的眩晕，不可配补本穴，勿补益治标更实或气逆于上，眩晕更甚。三、中风。一、中脏腑，痹症阳痹，针泻百会、丰隆、风池、涌泉、息风豁痰、宣窍醒滞，或针泻百会、合谷、涌泉、清热起痹、开窍醒滞，或陪加治保丹治疗。阴痹，针泻涌泉、点刺或捻刺肿冲，艾灸百会、
温阳开窍醒志，或配加苏合香丸兑入生姜汁少许内服。脱症因元气衰微、阴阳离绝所致。真补百会、关元、气海或合谷，益气回阳固脱。二中经络，因风阳内动，上扰清空，风阳加痰走窜经络的中风病。症见眩晕、头痛、目昏耳鸣，突然出现舌强眼睑、口眼斜或手足重滞、半身不遂、脉象弦缓而数、舌质红等。针泻百会，西风前阳、太冲、风龙、平肝前阳、西风祛痰。肾阴不足、水不寒木、肝阳偏亢者，加补复溜、滋肾水以寒肝木。上方可与患也取穴同时或交替施治，如半身不遂，与取泻患侧腧穴交替施治。舌强眼睑，配泻连泉；喉间痰鸣，加泻天突；口眼斜，与取泻患也腧穴交替施治，共作西风祛痰、通经活络之效。李用翠在《政治惠补》中说：“平人手指麻木，不时晕眩，乃中风先兆，须预防之。宜慎起居，节饮食，远防雷，调情志。年过四旬以上，症见不时眩晕、头痛、耳鸣、头猛轰热，脉象弦舒或弦缓而数，而又出现肢体麻木，或筋剔肉，或手足重滞，或一时性舌强不利、语言不清等。特别是高血压患者，多属中风先兆。取泻百会、太冲、三阴交，或百会、行间、丘许，或百会、太冲、风龙，或取泻百会、风池、太冲、补复溜。视其具体情况，选取以上处方，往往能延迟或预防中风的发生。取本穴亦可点刺血络出血，泄血散热，以清头上之热。如有中风先兆，针刺前应特别注意测量血压，以防血压过高，因针刺巧合发生脑出血。四、绝症。取本穴用以生阳益气、清脑醒志。一、元气素虚，每因过度悲恐或劳累，一时气机逆乱，中气下陷，清阳不展，突然而发的气绝，虚症。针补百会、配艾灸、关元、气海或合谷，回阳益气，或加补神门强心苏诀。二、肝阳素旺，复因暴怒伤肝，肝急少逆，血随气生，上闭神明，清窍闭塞，突然而发的血绝，实症。针泻百会、三阴交、涌泉、煎豉、理气活血、宣窍醒志。三、因失血过多，以致气随血脱，血虚不能上承清窍，突然而发的血绝，虚症。血脱必须益气，故即补合谷、三阴交补益气血，配补百会，使血随气生，上承清窍。五、脱肛，参见长强一节临床应用。六、泄泻、便秘、脓闭、遗尿、疝气、子宫脱垂、胃下垂。以上病症凡因中气不足、气虚下陷、失其生体或失于固摄者，均可针补百会、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生陷举陷，类似补中益气汤之效。依其病位及具体病情不同，亦可配加有关腧穴施治。如泄泻、便秘，可选补天枢、大肠腧、上巨虚等穴交替施治。遗尿、脓闭，亦可加补中极、数曰膀胱，化气行水。疝气，加泻太冲或大敦，佐以疏肝理气。子宫脱垂，亦可加补肾俞、太溪补肾细胞，或两方交替施治，或与针刺子宫穴，其操作方法见气海一节交替施治，或与取刺为包，针向下横刺三至四寸，反复行针，使前阴部有向上收缩感，再捻转一二分钟出针，交替施治。胃下垂，亦可与沈阳陆军总医院针治胃下垂之方法，其操作方法见气海一节交替施治。七、舞蹈病，本病多因外感风邪、引动肝风所致，症见情绪不稳、喜怒异常，常做不自主动作，如手足舞动，或张手舞脚，或努嘴吐舌，或挤眉弄眼，或点头耸额、耸肩，或摇头转躯、抽鼻等，甚则站立不稳，不能独自穿衣或进食，舌质淡红、苔薄白、脉象弦滑等。取泻大椎、风池、百会，或取泻合谷、太冲、百会、平肝息风，疏散风邪。症见点头、咧嘴、吐舌、皱眉眨眼等局部症状者，对症治疗，分别取泻攒竹、天柱、风池、迎香、印堂、连泉等穴，驱风通络散邪，或配刺头针舞蹈震颤控制区。八、鼻塞，本病以鼻塞生重、鼻流清涕或浊涕、呼吸不利、嗅觉减退、喷嚏时作、甚则不闻香臭、头昏为主症。督脉上行颠顶，沿额至鼻柱，
取本穴向鼻处方向横刺，使真感走至鼻部为佳，开通鼻窍。一、因风寒伤肺，肺气不利，以致鼻窍不通而塞滞不畅者，泻酒百会，温通鼻窍。上行泻合谷、列缺，驱风散寒，宣通鼻窍。新生儿及五岁以下儿童因感寒而鼻塞不通者，可自制如烟卷大小艾条九本穴，每天晚上艾灸十分钟，温通鼻窍。二、因风热侵袭，肺气不利，以致鼻窍不宣而塞滞不畅者，取泻百会，宣通鼻窍、合谷、迎香，疏散风热，宣通鼻窍。三、因胃气不固，风寒乘袭，鼻窍不宣，外感风寒急发，鼻塞不通，呼吸不利，喷嚏振作的小儿鼻塞。用艾条九百会、信会，每次艾灸10至15分钟，一日一至二次，温阳散邪，宣通鼻窍，效果甚良。九、过敏性鼻炎，因肺气不足、胃外不固、风寒乘袭所致者，泻九百会、上星、泻迎香，疏散风寒，温通鼻窍，于屈部大椎、合谷一气固表之法交替施治，标本兼顾。或泻九百会、风池、上星，疏散风寒，温通鼻窍，于屈部太渊、肺腧补肺固表之法交替施治。并案举例。例一，段某，女，27岁，住南阳市小西关街门牌112号，1968年6月2日出诊，主诉眩晕已十多天，现病史十多天前某夜突然晕倒，恶心呕吐，此后经常头晕目眩，如坐舟船，不能睁眼，睁眼则眩晕欲呕，呕吐黄水或苦水，伴有食少、口苦、两颞、头顶和眼球痛、耳鸣、心烦、欲静、少寐等症状，听到鼓声或震动声音则头痛加剧，脉象弦数，曾用中西药治疗无效，内科门诊诊断为梅尼埃病综合征，转针灸治疗。辩证肝火偏亢，风阳生动，上扰清空之眩晕病，治则平肝息风潜阳，佐以局部通络止痛，取穴针泻百会、太阳、太冲，隔日针治一次，七次治愈。随访1970年元月，因患流感后遗症两耳耳鸣，前来针治，告知此病在此针愈未发。例二，盖台钦克萨，女，43岁，埃塞俄比亚人，1978年11月19日出诊，主诉患头痛已12年之久，克萨症，自觉头顶部热痛，头两侧足少阳经线热痛，跳痛，心烦易怒，多梦少寐，耳鸣如蝉声，口干口苦，乏力，舌苔薄黄，脉象沉弦而数，曾用药物长期治疗收效不住，由内科以神经性头痛转针灸治疗。辩证一期脉症，细肝经火旺，循经上扰之少阳，厥阴头痛，治则清降肝胆之火，佐以清心，取穴一诊、二诊针泻百会、太冲、丘虚、神门，3至6诊减神门穴，效果三诊后头痛明显减轻，6诊治愈，患者告知头顶热痛、两颞跳痛、耳鸣、口苦等症状均愈。例三，莫海瑞他翻塔，男，30岁，埃塞俄比亚人，1979年元月26日出诊，主诉患头痛已15年，现病史15年前患眼病，同时出现头痛，眼病治愈后遗头痛，2年后头痛治愈，于7年前头痛复发，某大夫说头痛可能由于阳光关系，建议戴眼镜，但戴眼镜后仍头痛，此后一直服药，服药后仅能止痛1至2小时。克萨症，两侧头部、前额及眉棱骨处呈阵发性跳痛，时而热痛、眩晕、耳鸣，如昆虫在耳内，时而两耳闭塞，多梦少寐，两胸阴痛，两下肢及两臂酸痛，因有胃炎而食欲不振，时而胃痛不适，口味不佳，舌苔薄黄，舌心有较深的裂纹，脉象弦数。辩证一期脉症，系肝阳头痛，治则平肝潜阳，佐以通络止痛，取穴1至11诊，针泻百会、太阳、风池、太冲，12至16诊，上方减太冲穴，效果三诊后头痛眩晕减轻，5诊后失眠明显减轻，7诊后头痛和眩晕明显减轻，头部重新感消失，不服安眠药每晚能睡6至7个小时，有时两耳闭塞，胸胁仍痛，11诊后失眠，头晕治愈，头痛已微，16诊后治愈。随访患者告知针治16次头痛、失眠、眩晕均愈。
B 四，邢某，男，22岁，同泊地址9对，1972年12月8日出诊，主诉，患脱肛鲶鱼，不明原因，现病史，一年多来，每在解大便或劳动用力时，或饥饿时行走稍久，即出现直肠脱出，便后或休息后可自行复位，有时必须用手上脱肛能复位，伴有头晕气短、屎气多、身披倦怠、肛门胀坠等症状，脉象沉弱。辩证，气虚下陷，不能固摄之脱肛病。治则，生阳举陷，固摄直肠。治疗经过，一至六诊真谷百会、肠强、白环鱼，肛门有收缩声体感。六诊治愈，四个月后复发，上方又针治7次治愈。随访，1974年4月告知疗效巩固，一直未复发。数学功能鉴别，刑侦只要割说或针锋，先向风府百会中，百会和风府都是治疗风病的常用穴。二穴比较，风府穴偏于治疗外风、脑风，而百会穴偏于治疗内风、肝风。数学配伍，一，针泻百会，配泻太冲、丘虚、平肝息风、前阳清脑；配泻风池、行间、清肝息风、通络止痛、清脑；配泻神门、丰隆、太冲、清心祛痰；息风清脑醒治；配泻风池、太冲、丰隆、平肝前阳、息风祛痰；配泻大椎、人中、通督解痉醒治；配泻丰隆、补阴灵泉。类似半夏白术天麻汤，医学新物方之效。二，针补百会，配补合谷、关元、神门、回阳固脱，益气生脉。配补合谷、足三里，补中益气，生阳举陷，类似补中益气汤、脾胃论方之效。其具体运用详见合谷一节。数学配伍，配补合谷、气海，益气生阳；配补肠强，生固直肠。三，艾灸百会，配灸囟门，温通鼻窍；配灸关元、神阙，温中生阳，回阳固脱。讨论，一，本穴针刺方向与针感，向鼻处方向横刺，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其针感逐渐循督脉走至鼻部，少数病例走达面部；向脊椎方向横刺，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其针感逐渐循督脉走至后头部、后向、胸椎部；少数病例走至腰部、肛门处，肛门有升提或收缩的感觉；及少数病例其针感不循督脉下行，又无针感循行路线，而自觉肛门有升提或收缩感；向左或向右横刺，其针感达侧头部、耳部；向鼻柱或大椎方向横刺，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及少数病例自觉子宫有升提或收缩感；腹部有温热或收缩感，其针感循行走向子宫和腹部的线路，患者往往说不准确。针感走达患野的病例效果显著，针刺方向应依其病位而定。如治疗脚弓反张、脊强而厥的病症，向脊柱方向横刺，使针感沿脊柱下行走至颈项、胸椎、腰椎，或走达整个脊柱。二，本穴针刺深浅，点顶肌肉浅薄，宜用挟持进针法，深浅要适当。过浅沿表皮横刺进针，或过深沿骨膜横刺进针，均痛举，可用提捏进针法。若进针浅深适度而仍有痛感者，则提示刺伤血管，应停止进针或捻针，缓慢提出几分，向另一方向缓慢刺入，再拔针时注意急按血孔，以防出血，如皮下出血，形成血肿，可自行消失。三，经之浅时，一，素问张志聪著，督脉从脑户而上，至百会、囟门，乃头骨两分，内通于脑，若刺身而误中于脑者，立死。百会穴位于颅顶矢状缝之间，5岁以下的小儿和顶骨愈合不良的小儿不应针刺本穴，如刺伤大脑即可死亡。对于脑积水的患儿更应注意。二，伤寒论325条中说，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偶尔汗出，必属更衣，凡少者当温其上，久之。少阴病下利正属虚寒，脉微涩为气虚血少，偶尔汗出是胃寒气逆，大便频数而量少是血虚气陷之象，当温其上，久之是以回阳为急物。艾灸百会温其上，有回阳之效，亦可配灸神阙，中脘回阳温中。四，关于经脉知会问题，本穴经脉知会诸书不一，如类经图一云，督脉足太阳之会，手足少阳，足厥阴聚会也。针灸大成云，手足三阳，督脉之会。
针灸甲乙经云，督脉足太阳之会。从经脉的循行来看，属于手足三阳足厥阴督脉之会，应该从手足三阳足厥阴督脉之会分析认识，探讨本穴的功能及治症。五，上逆之症勿补久。一，虚中加实，本虚标实，虚气上逆的头脑疾患不可去补本穴，否则易于造成下虚上实。风热上扰，痰火上攻，肝火上炎和肝阳上扰，以及血随气生，怒则气上之头痛、眩晕等病，不可去补本穴，更不宜配艾灸，否则有助于病邪上行。肾不纳气的喘、咳，亦不可去补本穴。二，头为诸阳之会，足厥阴肝经之脉上行颠顶，肝火、肝阳、肝风易于上扰清空，故头脑病变多出现阳实症，或标实症，或上盛下虚之症。非风寒或寒邪所致的头脑疾患，不可轻用艾灸，否则有助于邪热上攻，以致头昏脑胀。同仁数学针灸途经指出，凡灸头顶不得过七七状，原头顶皮薄，灸不宜多，也是考虑艾灸过多，恐伤脑髓或抑制头昏脑胀之故。对于肝郁化火、上扰清空之头痛和肝阳上扰之眩晕，本穴禁灸。临床所见，时以虚治，且又久之，因火而动，邪火上扰致使头痛、眩晕加重，并见失眠、脑胀不安等。对此可用三棱针点刺百会、加泻行间、涌泉降火解郁。类经图亦指出，百会穴百病皆治，一次刺二分，得气即泻。若久治百状，停三五日后，达四判用三棱针出血，以井花水淋之，令气宣通，否则恐火气上涌，令人目暗。这是防止艾灸过多，火气上涌，伤于两目，发生失明的方法。六，本穴位置，针灸甲乙经云，在前顶后一寸五分，顶中央穴毛中，现可溶脂。针灸大成云，在顶中央穴毛中可溶豆，直两耳尖。背急千金药方云，治疗小儿脱肛方，灸顶上回毛中三状。外台秘药云，肘后疗足大便脱肛方，灸顶上恶发中百状。百会穴在颅顶，左右两股矢状缝之间，无溶脂，溶豆至凹陷处，人之头发旋毛生处不定，有偏有正，不能以旋毛为准定穴，应以在头顶正中线与两耳间连线的交点处为准。割括百会头顶正中央，厥阴督脉及三阳，西风前阳能清脑，升体举陷效果良，通督疏风病邪去，上盛下虚不久伤。棱针毫针是病取，虚补实泻应得当。第七节，人中。人中又名水沟、鬼宫、鬼客厅、鬼市穴，前人依其所在部位的形态命名曰水沟。其人中的命名，陈秀元说，人之陛下口上水沟穴，亦名人中，取身居乎天地中之意也。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人中。人中是督脉经的鼻下腧穴，又是手足阳明督脉之会，它是主治神志病、督脉为病和面部疾患的常用穴。治疗范围：一、督脉病和神志病。督脉者，起于下脊之余，定于脊里，上至风府，入于脑，南经二十八难，督之为病，脊强而绝，南经二十九难。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素问古空论，脊柱疼痛，脊柱强直，向背强脊，脚弓反张，脊强而绝，以及扭伤性腰痛等督脉为邪所侵的病变，可取本穴施治。督脉病脊入脑与足厥阴肝经交汇于颠顶，本穴针感异常灵敏，能走向头脑，因此癫、痫、狂、痹、厥、惊风、疫病等轻窍被蒙、神志突变、意识昏迷的病症，都属本穴的主治范围。二、局部病，依其经脉循行、任督和手足阳明经在面部的循行、针感走向、穴位所在，贯通督脉、手足阳明经的水沟穴，主治口唇、面部疾患。功能：一、辨证取穴，用泻法或强刺激，或拔针不闭穴孔，令出血少许，能开窍起闭，清脑醒志，类似通关散、紫血丹、治保丹等药的功效，用爪甲切之，能开窍醒志。二、循经取穴，用泻法能宣通督脉精气。三、局部取穴，用泻法能通调面络。主治：破伤风、痉病、痫症、厥症、鼻病、口臭、面神经麻痹、口轮匝肌痉挛、昏迷、舞蹈病、疫病、
水肿、急性腰扭伤、抑制齿痛、口径不开、恶逆等。临床应用：一、破伤风。破伤风病毒多侵犯太阳、阳明和督脉三经。曲泻人中，主治督脉为病的相背强急，角弓反张和阳明经为病的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口角抽搐等。一、症见初起牙关微紧，张口不便，吞咽较难，颈项强急，四肢抽搐，苦笑面容，舌苔白腻，脉象弦细的清醒。在针泻合谷、太冲、阳陵泉、祛风镇静、疏解拘急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佐以通督脉条面络，缓解筋急。二、症见病程较久，牙关紧闭，吞咽困难，抽搐频繁，角弓反张，不能转动，呼吸气促，痰涎壅盛，舌苔白腻，脉象弦紧的重型。在针泻合谷、太冲、丰隆、祛风镇静、除痰缓急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佐以通督脉条面络，缓解筋急，宜多泻久留针。本病患者遭受任何轻微的外界刺激，如声音、光线，甚至医生的检查，都可能诱发强烈的阵发性全身肌肉痉挛，因此针刺针感特别强的人中穴应特别注意。在针刺前，让患者，特别是轻型患者，精神有所准备，不致使筋脉突然拘急或痉挛更甚。二、性病。曲泻本穴治疗胁痈经络和热疝发痉出现项背强急、角弓反张、牙关紧闭、口噤切齿等症状者，以收宣畅督脉、通络解痉之效。颈病出现神志不清者，本穴还可收开窍醒脑之效。如热盛生风之颈病，在针泻太冲、神门、曲池、清心平肝、退热息风的处方中，配泻本穴可收开窍醒脑和通督脉条面络的双重功效。体素气血亏虚，或阴王穴，或阴产后血亏，不能营养筋脉，或汗下太过，导致阳气阴血两损而成的颈病，亦即由在经所说的亦有王穴结气，损伤阴阳而病变成痉者，不可取施本穴。三、痫症。一、癫痫小发作，出现节律性顺炎、点头、两目直视、躯干前屈等症状者，对症治疗针泻人中、大椎、攒竹、风池或天柱，或与癫症处方交替施治。二、精神运动性发作者，对症治疗针泻人中、百会、大椎、醒脑清神，或上方与辩证处方交替施治。三、痫症大发作时，针泻人中或强刺激合谷、点刺手十二井穴，通关开窍醒治。四、每次发病前，自腰底突然出现抽筋样或异常感觉，沿督脉向上至脑部者，针泻人中、肠腔、大椎、筋缩，通督醒脑，长期治疗有一定的疗效，或与辩证处方交替施治。五、督之为病，几强而绝。痫症发病时有几强而绝的症状者，在发作时取泻本穴或强刺激通督脉醒神志，可收双重之效。六、肝气失调，风阳生动，触及肌痰，城市上逆拥闭经络，阻塞清窍，心神被蒙而发的痫症，针泻人中、丰隆、太冲、神门或大陵，呼痰宣窍，息风定痫。四、昏迷。凡中暑、肺炎、中风痹症、痢疾、狂症、癫症、脑性疟疾、急惊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肠伤寒、冰疮等病症中出现神志失常，都可配取本穴开窍启闭，清脑醒治。如一、肺炎属于痰热壅肺内陷心包者，配泻尺泽、丰隆、神门或大陵，宣肺化痰，清心开窍。二、中暑属于暑犯心包热郁气机者，配泻神门、曲泽放血，清心开窍，苏醒神志。三、中风痹症属于阳痹者，配泻太冲、丰隆、清肝息风，降痰宣窍，或配泻合谷、涌泉，点刺手十二井出血，清热起痹，开窍醒治。属于阴痹者，配刺石宣、九百会，温阳起痹，开窍醒治。四、易毒内陷的易毒力、神魂静觉明显出现者，在清理湿热、凉血解毒的处方中，加泻人中、太冲、开窍醒治解痉。五、狂症属于肝火加痰、上扰心神者，在取泻行间、大陵、丰隆、内庭、泻肝清火、镇心涤痰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佐以开窍醒脑。属于气滞血瘀、心神不宁者，在取泻间室、通离、曲泽放血，或在取泻大陵、行间、点刺曲泽、尾中放血，解瘀散瘀。宁心安神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佐以醒脑开窍。六、
颠正，属于气郁痰结行者，配泻兼使、丰隆、神门，或配泻中脘、内关、通里、理气解郁、化痰醒滞，属于心脾两虚行者。在屈部神门、三阴交、补益心脾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作以开窍醒滞。七、脑行疟疾，配泻大椎、点刺曲泽、委中放血，清热解毒，清心镇惊，解药醒滞。八、急惊风，属于胁传心包、肝风内动者，配泻太冲、神门、清营开窍，镇肝息风。九、流行性乙型脑炎，属于迎风症者，配泻神门、内庭、三阴交、清营凉穴开窍。属于血分症者，配泻神门、太冲、三阴交，或配泻大陵、太冲、曲泽放血、凉穴镇惊、开窍醒滞。十、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属于气营两烦症者，在曲泻合谷、内庭、大陵或曲泽放血的清热凉穴解毒的处方中，配泻本穴，佐以开窍醒滞。属于热盛风动行者，配泻太冲、合谷、点刺曲泽出血，清热解毒，开窍息风。十一、肠伤寒，属于湿热酿痰、蒙蔽心窍者，配泻合谷、阴陵泉、丰隆、清热化湿、豁痰开窍。十二、冰疮，属于热毒入于营穴者，配泻合谷或曲池、神门、曲泽放血、清热解毒、清营开窍。十三、狂症，症发狂时针治，助手协助，先用粗针刺人中、合谷，均用强刺激。狂力可很快消失，甚至体软不支，乘机再针其他腧穴。多数患者复诊针刺较为顺利。五、五导病，多因外感风邪、引动肝风所致。对症治疗，见于点头、咧嘴吐舌、皱眉眨眼者，取泻本穴分别配泻攒竹、天柱、风池、迎香、连泉等穴，或配刺头针五导震颤控制区，或与取泻曲池、行间或合谷、太冲或大椎、风池、百会、平肝息风、疏散风邪之法，同时或交替施治。六、水肿，诸有水者，腰以下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浴。金匮要略水气病脉症病治。水肿病中的风水多由风寒外袭，肺湿宣降，不能下疏膀胱，以致风恶水阻，风水相搏，流溢肌表，发为水肿，治以驱风行水。同人数学针灸图经说，风水面肿，针刺一穴，水沟出水禁忌顿愈。取泻本穴，驱邪通络以消面部水肿，配泻曲池、列缺，驱风散邪，宣肺行水，或配泻合谷、中极，驱风行水。病案举例：例一，刘某，男，21岁，住南阳市西关南家后四号，1965年8月27日出诊，主诉，患癫痫已一年，现病史。1964年开始，每在劳动时或劳动后耳鸣如蝉鸣声，持续3个月后，因两耳鸣甚，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四肢抽搐，两目上视，口吐白沫，牙关紧闭，约3至5分钟后自行缓解，耳鸣亦随之消失。此后每因两耳鸣甚而复发，半年内发病3次，发作后头晕、汗出、食少、身困乏力持续1天。辩证：肝风加痰拥闭经络，蒙蔽神明之前症。治则：清热涤痰，宣窍醒滞。取穴：针泻人中、百会、中脘和内关、益风、合谷。以人中、百会、中脘穴为主，每次选取他穴一或两个，隔一到数日针治一次，10次治愈。随访：1969年12月7日，患者告知1965年8月份再次治愈，痫症未发。例二，尹某，男，63岁，南阳地区医药公司家属，1967年10月31日出诊，主诉，腰痛已10多天，因担水扭伤所得。刻下症：腰部疼痛、咳嗽、喷嚏、扭转弯腰痛甚，活动受限，以第二至第四腰椎及其两旁痛甚，巨按，平时易于扭伤腰部。辩证：扭伤腰部，筋脉损伤，气血瘀滞，络脉闭阻致扭伤性腰痛。治则：通经活络。取穴：针泻人中、腰脐。效果：一诊留针时活动腰部疼痛减轻，二诊后紧弯腰及咳嗽时微痛，三诊治愈。随访：半月后告知针愈未发。例三，李某，男，2岁半，住南阳市西马道街9号，1965年7月15日出诊，主诉，代诉，高烧抽搐，今天复发，现病史。
1964年春始发高烧抽搐，经治疗烧退抽止，而后每因高烧抽搐即发，至今复发五次。今晨发烧，上午连续抽搐数次，发病时四肢抽搐，牙关紧闭，两目上视，不省人事，口流白沫，口唇青紫，每次约2至3分钟抽止神清。抽搐后是睡不语，舌质正常，无苔，山根青紫，口唇略红，体温 38.4 摄氏度，脉浮数略弦。辩证：热盛动风之极惊风。治则：退热镇惊，平肝息风。取穴：针泻人中、合谷、太冲，点刺手12井穴出血。效果：一诊后热退抽止神清，体温 36.8 摄氏度，二诊巩固疗效。数穴配伍：一、针泻人中，配泻地仓、下关、合谷，或配泻曲池、颊车、迎香，疏散风邪，通调面络。配泻曲池、太冲、神门或大陵，清心开窍，退热息风。配泻长强、大椎、金梭，通督解痉醒脑。配泻神门、丰隆、太冲、豁痰宣窍，息风定弦。配泻合谷，点刺手12井穴出血，清热起痹，开窍醒志。配泻涌泉、九百会，温阳起痹，开窍醒志。配泻合谷、涌泉，开窍醒志。配泻大椎，点刺曲泽，尾中放血，清热解毒，解药醒志。配泻太冲、合谷、曲泽放血，清热解毒，开窍息风。配泻合谷或曲池、神门、曲泽放血，清热解毒，清盈开窍。二、人中与手足阳明经有关，数穴配伍。由于口唇、面部为手足阳明经的循行之处，循经取穴。人中多与手阳明经的合谷、曲池和足阳明经的内庭、解析、足三里等有关数穴配置。讨论：一、本穴真感。一、在不断捻转运针的同时，其真感沿督脉走至鼻、脑、上颚、点顶，鼻部发酸、发痒，如欲取涕，脑部发胀、发懵或发凉。亦有针刺后，上述真感急速出现后突然消失，而神志很快清醒。少数患者走至后向、胸椎或者腰椎，略向左或向右斜刺，在不断的捻转运针的同时，其真感走向左侧呈右侧的迎香、全髎穴处，能使真感走达患也，则收效显著。二、本穴真感最为灵敏，能表现出特别强的反应，适用于一切欲闭的阳实症。猝然昏谱、神志突变、失神无知的患者，取刺本穴再针刺、捻泻或留针期间，如有抽鼻、皱眉、哭啼、叫号、喷嚏，或有手欲擦鼻、拔针的动作，是即将苏醒的征兆；否则，则是病情中毒或考虑中毒，严重脑部病变。二、临床见闻。针刺本穴应特别注意防止因患儿哭啼乱动，或炎症发作时将针甩掉口里。如1952年南阳市一位针灸医生韩某，针刺一位将近一岁的急惊风患儿，用一寸长的盘龙针刺入本穴几分深，因患儿哭啼乱动不安，将针甩掉在地。当时因为找到此针，加之患儿烦躁哭闹不安，家长误认为针掉进了口内而吞入腹中，就大闹大骂，并将患儿送交韩医生管理，医生因之自杀。两年后，从木工房内的锯末堆里找到了针。1938年，某针灸医生针治一位一岁多的急惊风患儿，用自制的26号一寸长的毫针刺入本穴几分深，因患儿哭叫乱动不安，将针甩掉口内，患儿因口刺痛，闭口不张，后将针取出，口里挤出针眼出血，家长很不满意。1943年，某针灸医生针治一位炎症发作患者，用自制25号一寸长的毫针刺入本穴，医生给别人谈话时，患者头摆几下，打个呵欠，针掉口里。因患者尚未苏醒，牙关紧闭，医生即将牙关撇开，把针取出，口内两处针眼出血。三、历代医家经验。一、百症负载，元夫面肿虚浮，虚胀水沟，前顶。类经图一载，若风水面肿，针刺一穴，出水尽即顿愈。水气肿病，但宜针刺一穴，徐徐出之，以泄水气。景月全书载，水沟主一切水肿。针灸甲乙经载，水肿人中尽满。唇烦者死，水沟主之。经验特效学歌载，面肿虚向人中求和十四经要学主之歌载，刺治风水头面肿。等等。这都是前人取用水沟穴治疗水肿病的实践经验。二、本穴主治腰脊病，为历代医家所公认。如玉龙歌载，
即被强痛泻人中，错闪腰酸亦可攻。玉龙附载人中曲尺，可治其尾羽。人中、尾中、除腰脊痛闪之难治。通玄只要附载人中除脊脊之强痛等。四、爪甲切之代替针刺。针刺本穴急救苏醒，如无针刺之，可用爪甲切之。若培中充穴，亦可用爪甲切之，以收开窍起闭苏厥之效。前人亦有用此法，如晋葛洪在肘后背疾方再有救足死方，并找其病人人中取醒，救死时绝方爪刺人中良久等。割括人中鼻下水沟中，开窍醒至督脉通。宣畅经济条面络，五分谢此尊此宗。